每晚八点，聆听读者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彤彤，欢迎收听读者。今天要为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来自十点妹的。你的工作态度决定了你的后半生。关注读者新媒体，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。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问题，身为上有老下有小背后空无一人的中年人，你最害怕什么呢？点赞最高的回答说失去工作。确实是这样，你对待工作的态度会实实在在影响你的业绩，你的格局，从而影响你的命运。我才30岁，但我感觉我的人生已经完了。这句话是前段时间一位朋友阿夏告诉我的。他告诉我，他刚毕业就进了老家的单位，是那种大家听起来会十分羡慕的工作，每天朝九晚五，工资高，福利好，工作还特别轻松，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可以用来刷微博或与同事闲聊。后来随着单位的效益越来越低，他的工资也一降再降，由原先的每月8000降到了每月4000不到。又过了几个月，他索性被辞退了。被开除后，他极不情愿地拿着简历挤进了人才市场，但是很多公司招聘的大多都是28岁以下的女性，再加上工作这5年过于安逸，专业知识早就荒废了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找了2个月一个合适的工作也没找到。长时间找不到工作，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差，随便一点小事就会发火，家里经常处于易燃易爆炸状态。他还说，年轻时总以为失恋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，没了工作后才发现比这更可怕的是失去工作，失去工作的能力。他的处境让我想到了那句话，30岁你该担心的是失业，而不是失恋或失婚。原来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今天的过分安逸换来的便是将来的生活动荡。这位读者的经历让我想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，故事的开头也是类似的。毕业后，敬一丹回到了老家工作，安稳自由，工作上没有太大的压力，但一段时间后，他觉得自己整个人特别空虚，看着时间一点点从自己手里虚度，感到很惶恐。而敬一丹与那位朋友不一样的人生便从这里开始了。29岁那年，敬一丹决定深造，考取研究生，每天拼了命看书，吃饭想着读书，睡前也想着读书，努力了一整年，顶着无数的压力，终于在30岁那年，他的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他在33岁的年纪走进了中央电视台，成为一名主持人，靠自己的学识和修养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二者都是30多岁的年纪，一边是突破自我考上研究生，成为许多人仰慕的主持人，一边是工作5年，工作技能越发倒退，一朝被辞，很难再找工作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一个人30岁之前的努力程度决定你30岁后人生的高度。在这个大江奔流的年代，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努力足够，毕竟这个时代脚步太快，他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出了学校就不需要学习了，其实不是的。任何一个人在学校求学阶段所获得的知识不过是他一生所需的10%，甚至不到10%。其他90%以上的知识必须在离开学校之后的学习中不断获取。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要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不断地逼自己优秀，才能更骄傲地生活。关于学习，我有3点建议。第一，别想太多，做了再说。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国内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
到某学校开讲座，到了提问环节，一位学生举手问道，普通人应该如何成为一名小说家？当我们的经济收入无法支撑理想时，应该如何平衡呢？小说家给他的答案是这样的，今天回到宿舍，打开电脑，双击一个叫 Word 文档的东西，敲下第一个字，你就已经是小说家了。道理很简单，简单却深刻。想做什么事情，别给自己找太多理由，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。当你开始做了，就已经赢了一半的人。第二，当下就是最好的时刻。后台经常有读者给我留言，我现在20多岁了，现在学舞蹈还来得及吗？我现在30几岁了，现在才开始学习绘画会不会太晚？我现在40多岁了，现在开始健身会不会练不动？我总喜欢用这句话回复他们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是现在。确实是这样，不管是种树还是学习舞蹈、绘画、健身，或者做其他任何你想做的事情，即刻开始就是最好的时间。要知道，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。第三，利用好你的业余时间。下班后每天刷手机、看电视的人，跟每天坚持学习的人，几年后过的一定是不一样的人生。对于这句话，我深以为然。前几年有一段时间，每天下班后，我不是看看电视、刷刷微博，就是跟朋友在街上逛。刚开始觉得这就是理想的生活，还挺开心的。不过很快，我便进入了一种惶恐的阶段。每天睡前，我会想我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，有没有什么进步，但遗憾的是什么都没有，特别空虚和不踏实。后来我开始每天给自己安排了一些任务，下了班先去公园慢跑半小时，吃完饭后学英语半小时，睡前深度阅读1小时。自那以后，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充实了许多，身体里的肌肉和内心的思想都丰盈了不少。那种能看见灵魂在进步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任何看起来很牢靠的东西都有可能轻易背叛你。真正稳定的生活，不是你在一家单位有饭吃，而是不论哪家单位都有饭吃。别人的车技再好，不如紧握自己的方向盘。只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我们能够埋头过坎儿，立事练心，认真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让自己成长的速度跟上，甚至是超过自己老去的速度。唯有这样，才能够不被时代和社会所淘汰。共勉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了。喜欢的话，欢迎给我们留言。我是彤彤，我在雨后的山东向您说晚安。